来，第二环节到这里，我们请十二位企业家做选择。祝贺你成功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我们有请贺东东和吴胜走上竞价台。我给你的是10000的底薪，然后呢，咱们做就是直播，主要是按提成。然后我们现在是在深圳和杭州这两个地点。那法国梦泉呢，给你提供的是，在抖音上打造你的个人 IP， 做瑜伽老师，底薪呢是6000，工作地点呢在北京。出来一个大 IP， 绝不只是砸钱这么简单，你要记住。那么另外的话呢，我想说，一定要看头部效应。目前我在快手、抖音以及我们所有的账号矩阵，大概有3000万粉丝体量，单场带货1.16亿元，是目前 top 级的主播。我希望你进入到这里，能够成为在抖音上树立起来的第一个 IP 的瑜伽教练主播。法国梦泉欢迎你。好，接下来何华君在无胜传媒或法国梦泉之间二选一，也可以双双拒绝。好，时间到，来告诉我们你最后的选择是哪一边呢？我选择梦泉。好，祝贺贺东东，祝贺何华君。贺总他身上有我很多想学的东西，我觉得跟他后面可能就是能找到自己就是让我封闭的这种心吧能够打开。我觉得我遇到了那个我想要遇到的那个人，